挑战用芭比仿妆金卡戴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花。今天送来改装的这一只是 Lux 系列的棕色皮肤 Barbie。因为这只娃长得太像卡戴珊，所以玩家们都叫它卡戴珊 Barbie。那么今天它的改装要求也是要仿妆金姐。首先，我们找到一张金姐的正面大头照，在娃娃的骨相已经跟真人非常相似的基础上，只需要在画眼的时候尽量依照真人的照片来调整比例，这样画出来就八九不离十了。有很多宝子来送妆的时候想要仿真人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挑选娃头。其实方法就是比较娃头跟仿妆对象的3.5眼还有脸型大致轮廓，不用纠结印刷妆如何，只要看他的鼻子跟嘴型像的话，基本也就会像了。那么接下来看看这只金姐的仿妆成果吧。Space and time went back and forth and sideways. I'm putting a fire.